众所周知，马上五一了，我妈也准备给学生留点作业，但是咋了？你自己看，作业忘记布置了，然后你就被禁言了。吃着脚抬口，你进多了不说，不怕自己一头。老师，我是触犯了天条，还是要出一本书啊？我想问你还装哭？我妈为了让李健得到教训，又想一招。去那个掰掉。记者就等你去，看他怎么给我恢复。你用这个，这个是啥？就是抠动黑标小贴屏，针对头反复问题升级了双肩的控色，不光喜欢跟任何身份证长期控油，让人想很久一张张的往外挡控油印纸，这种思路乱换跟两秒钟的时间，还新升级了护齿离子蓬松技术2.0，让头发自然蓬松。确实啊，完全是让我的头发缩还好黑了，而且比起来像雨后买生意的。第二天，我亲爱的数学老师啊，我真的对不起你，在这里我向你表达真诚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于是他说了50000个字的对不起。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吃饭了，老妈还在批作业。写这题，题没问题吧 ？A B C D 没问题吧？他在旁边写一大串，然后在空格里写啊一画啊一，他这4个答案没一个你看得上的呗，非得自己造一个。吃着脚抬口，重新算一下呗，说不定题错了呢。他个，数字写两遍，臭味不要。A 不就是一画二吗？你也真是惨，这么讲这题居然口算不出来。不想问你还装哭。一人分的句子，解法不会，解法不会，解法不会，还会什么？我妈打算也卖给任飞，问问他到底还会什么。妈，别去了，你看你脸都黢黑了。送你这颗颜色淡斑精华，它有玻色因加持的美白精华，对你这个熬夜暗沉垮脸很牛的，质地清爽不黏腻，嘎嘎好用。我自己的东西给你打广告，真有你的。这东西的好不用你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买来给你自己小脸上那几个黑东西的，还说啊给你用的，买来送给你的。电话接通了，你会啥？你告诉我你会啥？你会飞？你会跑？还是你会啥才把地方？老师，我这次意识到我有很多类型都不会，所以我决定努力学习，但是这次我也没办法，确实不会，写出来也是为了铭记不会的题。行吧，你至少打算努力学习。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最近我表弟特别想玩游戏，于是你能拽到玩街机软玩游戏是吧？啊，一下吧，你说我要玩了。下过雨的夏天吧，来再拽一次看刚才那把帅不帅。我都会期待你帅吗？啊，帅帅帅帅啥？在四线听吗？给唱歌的穿，不逗你歪了，你学生裤都超新月光上啊，给你能歪吗？都是这样会一起，我觉得可以再来一次行不行？那你只能歪10分钟。嗯，这里我偷看到了老妈背后的纸。哎，你拍啥呢？让你老妈做完，让她认命。原来表弟早就发现了，我妈准备了很多转盘，经过10多分钟的转盘，表弟终于玩上了游戏。但是咱俩一起玩。行吧，那咱俩谁先解锁蘑菇屋？解锁蘑菇需要12级才可以。到几级了？7级了。你怎么你12级没玩？我感觉你还有好可可玩了。当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来我家借锁。夏天傍晚，我是一下北京阿姨。大数据调研，数据得足够多啊。把星星都找星。哥，我游戏就不会，你要供着吗？叫我妈叫你。做完了。我怎么总感觉我妈在一直画叉啊？我妈批完卷子后。这话你认了？别歪了，告诉我你是怎么考到负一分的？这哪还能考负数啊？气的空间。我弟经常在学校给他朋友说，我妈不管干什么都吊打你们所有人。中国女的不得是歧视。中国人不能骗中国人，所以我给我朋友说的是实话。而且我跟你约好了，今天跟刘杰比赛，明天跟顾维嘉比赛。你搁这当经纪人呢，还排上档期了。想问你还装哭，虽然是小孩子的口出狂言，但是既然都约好了，那就去一趟。这个剧本杀规则是啥？不管其他的，找到凶手就行了。哦，主持人凶手是他。嗯，我们还没开始呢。我在本上写了很多凶手的动机。老师给大家讲解了10分钟后，也就意味着陈月峰是凶手，也
就是他。老师，你英语怎么样了？孩子们都不服，说我妈肯定提前看过剧本。那你特别什么？神仙倒三抽卡，我先来一个看看呗。一发就抽到了妲己，歪了，我脸黑，露出到妲己。没事儿，这比谁出金多呗。来试试，一发出了四个金。什么？还没局抽出最强队友了？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不错，因为你这个夏季花一个之前开学。你这个老一家伙结合的真好啊。下过雨的夏天，老师你就说我写没写暑假规划吧，我都会期待，而且我也是老一结合，你就说我学没学习吧。学个屁，十分钟你翻开书的时间都不够。你看看李健写的计划多好多完美。李健这么写不一定做得到，我这个我一定做得到。有道理啊，不陪老妈一次，你永远不知道妈妈能进化到什么程度。钟离开盾，提纳里开战记，八重神子开战记，换纳西达开战记，提纳里 A 一下开大，黄金王兽打死了。你这手法咋练的呀？啊哈，菲比苏的系数教学有教呀。你这角色都是哪来的呀？还都是满命九十级。我原本看你的号没有这个小姑娘，就想抽一下，结果你太黑了，两千多个球都没抽到。我的号？你把我攒了这么多年的原石全花了。想了你还装酷，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挽回损失。帮我把这东西卖了，钱五五分。第二天，卖了多少？耶！这次我真等我买的 SKP 四件套餐200多，水星女男女双都有，放一下在日常里用用。这点我的装备中。控油效果很不错，喜欢的朋友给我评论区直接打开刀就能买，还能抢一千元美卡券。丽丽，你可把我害惨了，被你妈罚了5张卷子哎！你能算啥呀？被我妈罚了，给她干10000个原石，因为她要出课前买命啊！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我妈作为老师，上午刚给同学说不要吃路边摊，下午就背着学生吃路边摊。程瑞祥说你放学吃路边摊，你能别发表情包不？200来斤小伙子装开。奉劝你也给我带回来点，要不然我告诉你全班学生。疯狗！我妈回来了。你买的辣条呢？淀粉肠呢？十岁小孩都知道跟一家妈妈买吃的，你能跟一家比比？哎，比不了，他没我胖。结果陈瑞祥把我妈吃路边摊的事情告诉了同学们。吃路边摊的快乐很短暂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一直吃路边摊，一直快乐啊！让你砸，你也砸。今天我妈从表弟的书包里翻到了很多小玩具。这铅笔盒哪来的？你哥送的。这柜子哪来的？他在学校树上的。这个画呢？也是陈瑞祥画的。下过雨的夏天。行，那这个呢？还有小学生的，又很厉害的，我给你演示一遍，等一下。唱歌的船，嘿。星星都吵醒月光，你给我滚！还想人家小孙子的手工爱情，我越听越气，出去！这两天同学们成绩很好，我妈决定奖励他们。这次抽奖都是奖励，没有惩罚。第一抽一位同学请他吃辣条，抽奖中恭喜李雷霆，安排我爸送过去了。5米2的辣条，我吃一个月吧。你在卫生间为什么还能吃这么香啊？他在学校也爱躲在卫生间吃辣条。菲菲，你在厕所吗？我想着你还装酷。下一位，请你出去看电影。抽奖中，恭喜啊，李姐！看电影，看电影，出去看电影。走，现在就去看电影。怎么样？我儿子还有其他平台的会议呢，你不想看这个平台，可以换其他平台。下一位，帮你上分一下，谁能抽到？老师，你不用帮我上分，你帮我干一天原神就行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为什么是我在干啊？一夜了，困了，来吃包辣条。这可是来自辣条花给姑娘推荐辣条，麻辣味居在上头，提神醒脑。来，我们继续干。这麻麻辣辣是挺好吃，那为什么是我干啊？那我干都快废了。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